来这边，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因为巴黎大家好，大家好，欢迎透过体育运动台一同来欣赏5月31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所进行的七月九年男女排球联赛的现场直播。本场比赛是男子组的赛事，将由康迪队主宰米祖诺。前两次的交手，米祖诺队是以3-1，以3-2的分数击败了康迪队，取得对战的2连胜。那本场的转播工作将由我黄建宏来为大家做转播的服务。本场比赛将由康廷队及美金龙队进行5战3胜的比赛。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球员赛前的练习。Thank you.
欢迎回到企业排球联赛5月31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第二场比赛，由康迪出战 Mizuno。 那前两次的交手， Mizuno 分别是以3-2还有3-1的分数击败了康迪队。那康迪队其实在本季也没有拿下任何一场赛事的胜利。那我们就请今天的球评老师于清芳于老师来为康迪队为什么会在这个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或是需要做些调整。是，那其实我们讲哈，赢球的因素很多了，但是输球的因素也很多哈。那刚刚主播特别提到说为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也很难讲嘛哈。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外在的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我给他的一个等于说 给他下的一个说康迪为什么会输球的原因了哈。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第一个，我想呢，康迪队的一个选手呢，基本上也是呈现了一个叫做老化的现象哈。因为基本上他是以台中市的一个代表队为主了哈。那这些选手呢，现在有一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工作了。那在工作的过程来讲的话，其实为了本身自己的一个工作，然后要练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就跟学生球队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美金龙，他就是以师大为班底，那都是一天到晚在上课练球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的默契可能会比较好。那康迪队他一部分都在工作，那回来练球的时间呢，搭配呢，可能会些许的有一些影响，或者是时间都没有那么多。我想，这是会影响到他们整个战力的一个因素了哈。嗯。那另外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选手的条件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康迪队，在整个的一个身高。整个的一个能力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选手的一个逐渐的老化，再加上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搭配呢也减少了以后呢，当然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会产生这些缺点出来。所以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康迪来讲的话呢，他是一胜难求的状况哈。啊，不过虽然说我们刚提到的，主播也提到了说，康迪跟美金龙的交手，他基本上他是交手过两次，今天是第三战哈。那第一战的时候呢，是在5月12号，康迪他是以1-3败给了这个美金龙。但是在5月19的时候的比赛里面，他是2-3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输给美金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是虽然是2-3落败了，但是他也抢到一个积分。现在我们的排球的一个积分来计算的话，是说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如果说我是用3-0或3-1去赢了对方的时候，我可是拿到3分嘛哈。但是我只要是用3-2来讲的话呢，我只能够得到2分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以看到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了哈，就是尽量的我就算要输，也是要输到3-2哈，我也可以抢到一个积分哈。我想这个是这个康迪队呢，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了哈。那当然，在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也是希望说，他第一次比赛3-1输，第二次是2-3输。那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说，他能够用不要说苛求说3-0来赢了，今天看能不能用反过来3-2来赢了美金龙哈。我想他这是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康迪队的先发阵容名单。那紧接着为您介绍的是民众队的先发阵容名单。一号位是黄培宏，二号位是欧告陈建真，三号位是庄义军，四号位是吴宗轩，五号位是刘宏敏，六号位是詹永颖，自由球员是李嘉轩。以上是今天 Mizuno 的先发阵容名单。紧接着是Mizuno队的执行教练吴飞虎先生，教练白世辉先生。以上是今天 Mizuno 的先发阵容名单。那现在比赛要开始了。那球权先由康迪队来发球，由康迪队的队长卢清泉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呛死回去修正，一个四号位的攻击，这是一个攻击出界哦，那相当可惜啊。对，这个球的攻击呢，它是往上来打哦，那基本上这个球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对，没有控制得很好。那现在继续由卢金泉来发球。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
还有个四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哦，那一样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那可能做一个修正哦。嗯，是，我想呢，这个中轩来讲的话，他第一次的一个失误啊，第二次就马上的抢回了一分，对，调整的非常快了。那继续由19号陈建真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一个吊球，有，再一个吊球，对，对，一个，来一个四号位的攻击，组织波进攻，呛水修正回来。四号位发球起来，这是一个拦网的一个出界哦。是他主要，他就是说美金龙呢用一个吊球的方式哈，造成这个康提队的一个拦网出界。对，那继续由陈建成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2-1，发球起来，这是一个。打西米哦，直接接发球就直接喷到对方的球场去哦。对，接球接得太靠网了哈、哦。那庄明瑞这个球接得太靠网了。那刚刚这个球呢，其实是康体的卢金泉是后排上去取球啊、哦。那球碰到了以后，事实上是造成一个后排拦网的一个犯规啊、哦。嗯。一个这是一个攻击的一个出界哦，对，吴玉成哦，对，吴玉成攻击出界，对，球打得很长，嗯，打得太长。那现在比数来到4-1，继续由陈建真发球，一个强力的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二号位的直线攻击 ，touch out 哦，这球陈长甫打得很好哦，对，打一个直线，对，那其实。在康提的一个攻势里面来讲的话呢，他最重要的是都是集中在这个八号陈昌甫的一个身上哈。嗯。好，继续有他发球，那这是一个单双人拦网得分哦，吴玉成搭配温森明的一个拦网得分哦。那现在康提队把比数追上来了，稍稍落后一分，那继续有陈昌甫发球。也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个二号位的攻击得分哦，又是吴宗轩哦。那看来米州队的原本的攻击手戴家去的国训，那这位吴宗轩这位选手就是可以顶替的这位原本戴家瑞的攻击的位置啊、哦。是，因为戴家瑞呢，事实上他在今年研究所毕业了以后呢，就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国训去当兵了、哦、所以他提前的就转战到这个国训队去。对。那继续由庄义军发球，那现在美金龙队取得了3分的领先，来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步攻，一个双人拦网得分哦，这球拦得相当好哦，是造成的赖庆和的一个 touch out， 对，那继续由庄义军发球。哦、那就是发球一个失误哦，相当可惜啊。那现在来到温球，现在比数来到了4-7，康提暂时3分落后。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兵攻进攻，还有防守起来，还有，呛死回去。防守起来，还有一个后排攻击，吊球，吊球，哎呦，这球吊得相当好哦，一个吴玉成一个吊球成功哦。那继续由温森明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进攻进攻，防守起来还有个二号位的吊球，对，我告一个二号位的攻击得分哦。继续由美金龙队的吴宗轩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8-5，美金龙队暂时领先。个跳发，哎呦，这球又是个发球失误哦。是，
相当可惜啊。整个的角度呢，他说跳发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角度抛物线不够啊，提早下降了，所以会造成挂网啊。那应该跳发的部分呢，应该是把你的一个这个整个动作的抛物线要做完整啊。漂亮，哎、发了一个发球，这个球虽然发的漂亮，但是也有点 lucky 哈、啊，直接挂在网上面。一个 lucky ball。那现在比数来到了8-7哦，一边发球失误，那一边发球发出一个 lucky ball， 双方差就来到了2分的。那继续有吴宇成发球，接发球起来，修正，和四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哦，赖庆和哦打得相当好哦。那现在康迪队把比数追平了，来到了8-8平手。这个所以说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呢，你稍不留意啊，马上分数就被追了上来啊，一下3分了。对。继续有吴宇成发球，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一个四号位的刘鸿明的一个直线的攻击出界，出界，对，攻击出界。那现在康迪队连拿了4分哦，原本3分落后，现在取得1分领先。继续有吴宇成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攻击的 touch out， 是再次的一个直线啊、哦，攻击。第一次的一个攻击呢，这个出界；第二次他再次尝试的一个直线的攻击。对。那接着由刚刚得分的刘鸿敏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不进攻，攻击过去，这是一个四号位赖清和的攻击得分哦。这个是转的非常的斜啊。嗯。那继续由刚刚得分的赖庆和发球。跳发，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快攻，网络起来，的稍微攻击出界。这就相当可惜啊。那继续哦，民众队的詹永颖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一个后排攻击得分哦，吴宇成，的后排攻击得分。那继续哦，康体的林正阳发球，接发球起来，防守起来，还有四号位防守起来，有还漂亮，哎，漂亮，很可惜，相当可惜，对。这球其实民众美金龙队原本有机会哦，嗯，对。那现在美金龙队的教练请求了第一次的暂停，那我们现在听一下教练怎么说。注意哦，这球一定放小球了，注意哦。好、哦，这球一定会放小球，因为他已经看了好久了，拦网后面那个洞。好、哦，没有拦网的进来，没有进来，他已经看很久了。我要讲，我也看到了。好、哦，那对方教练看到，所以没有拦网那个小球，这颗绝对不可以实战小球，好不好？好、哦。来来来，左边好来，继续要继续。来一二三，可以。那现在暂停结束回来，现在康迪队取得了2分领先哦，比数来到了12-10，继续由林正阳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哎呦，还有一个修正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哥，陈昌福一个。四号位攻击出界哦，直线的一个扣球呢，结果出界了。对，但这个球是有点像 touch 的现象啊、哦但是主审呢还是判定的是一个 offside， 一个出界。那继续有黄佩宏发球，有，哦，这个球降下来了。对，来还有，chance回去，
二号位的一个直线攻击哦。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吴宗轩，美津浓给吴宗轩的一个球的比例也算蛮高的哈、哦。对，在二号位的一个攻击呢，表现得相当不错。嗯，那继续由黄平宏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的四号位的陈长甫攻击得分哦。嗯，这个是庄义军跟吴宗轩两个拦网呢，这个组合没有组合得很好啊，球从中间啊、这个穿越过去。穿过去，对。那继续由康迪队卢金卷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还有，哦，陈长甫一个 touch out，、嗯、这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啊，直接往手就直线打手出界了。对。那陈长甫就是连拿两分哦，那现在康杰又取得了两分领先，继续有卢清泉发球，再发球起来，直播进攻，就是欧告一个二号位攻击出界哦，嗯、那继续有卢清泉发球。接发球起来，还有这是一个后排攻击 inside 哦，是刘鸿敏后排的攻击，对。那接下来由美津浓队的欧告发球，跳发球，其实接球呢发生了一些失误哦。对，这个球呢，其实我告这个发球是有点带点侧旋的哈、哦嗯。那这个接发球的位置没有调整到正面来，就是喷到的这个右侧这边过去。对。那继续由他发球，然后这是一个发球出界哦。嗯、你这球，庄明瑞其实判断的相当好。那继续由陈昌甫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6-14，康利暂时领先。一个强烈的一个直线攻击哦，是在这个康迪的一个发球呢，如果说没办法有效的去破坏这个美津浓的一个接发球、啊，那事实上美津浓的一个发动的快攻的比例就非常的高啊。嗯，来接发球起来，一波进攻，手吊球。陈赖清和这球其实打得相当聪明哦、嗯，那个吊球的，是，所以说在攻击的一个部分呢，不一定是强击哦，你虚攻也可以哦。嗯，那继续由康迪队的温胜明发球。那其实在老师是不是其实在攻击的过程中，其实有蛮多方式的？对，哇，就是攻击的出界哦，相当可惜。那我们可以看到美津浓到目前为止呢，自己的一个失误啊、哦、非常的多、哦，对，失误率偏高，对，所以说他现在目前在整个的一个比分落后给这个康迪队哦，其实有绝大部分的一个分数呢都是自己失误掉的。对，那继续由康迪队发球起来，这是一个三人拦网哦，这球拦得相当漂亮哦。继续由温森明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个二号位，还有，个吴宗轩一个二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哦，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提到的。在美津浓里面呢，他现在给吴宗轩的比例非常的高哈，那是因为吴宗轩今天的表现的状况是还算蛮稳定的哈。对，他其实今天表现相当好，对，状况蛮好的。直播进攻一个四号位，防守起来还有，
是一个旁边一个单人拦网哦。是，这个很明显的，赖庆儿这个球直接打在这个黄佩宏的手上啊。对，那现在那个康迪队请求暂停哦。他们暂停了。前排不要那么急啊！刚才那颗球好像短了一点，还是你太慢。好、哦，没关系，那调整就好了。那颗球不停打那边，啊、哦，好、哦，哎。刚那颗球，小刀刚那颗球，闪音的话就很好。来，一二三，小刀，刚才阿和被拦那颗，你有闪音就是好球了。你有没有闪音？好，现在暂停结束，再度回到比赛现场。那现在比数来到19-17，康体暂时两分领先。继续由民众队发球，由民众队的吴宗轩发球。那现在民众队请求。替补七号下，徐美东上，发球过接发球起来，只是一波进攻，赖庆和一个四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哦。嗯，詹永颖的一个拦网啊，并没有做好啊。对，在整个的一个斜线的一个他的一个布局呢，布防啊，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完整。对，那詹永颖也是第一循环跟第二循环的最佳拦网球员哦。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一个黄佩宏一个小球得分哦。对，直接自己来拨了。对，直接自己得分。那继续由民众队的徐美东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四号位赖信和攻击出界哦。嗯，这球沿网子对，这个球其实在往下打了，打长一点的话呢，应该有可能会 touch 哦。那往下打到这个白带网带的上面呢，直接就这个滚到这界外去。对，相当可惜。那现在民众队是来到19-20啊，这球徐美中一个发球失误哦。嗯，很可惜，本来有机会要去拉平的。对，相当可惜。那现在又换到了康迪队发球，的跳发是一个直接得分了一个 S 球、哦。那现在美中队请求第二次的暂停。美中，你每次手如果有下压，一定挂网，所以这点你要记，也不用抛那么平了，球也不一定要发那么平了，稍高一点嘛，哦，因为你会跳嘛，你会跳球点无遐悬的，才好进球，赶快做歹接的啊，啊，你要急着抛啊，一点点，手又压就挂网啊，哎，你的优势是真悬，你就好悬无遐紧啊，啊、哦，来，关一下开咧，哎。你等到赖庆和斜线，你嘛就过。那其实现在暂停结束哦。那刚刚飞虎教练其实有讲到怪家苦耶哦，那也特别提醒了徐美中在发球的部分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是我们的美金龙呢，就是飞虎队了哈。对，那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哈，就是说像刚我们有提到詹永颖在拦这个，比如说赖庆和的斜线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要能够跟得到位置哈。那当然他也另外提到了，这个飞虎教练他也特别提了一下，就是说每一个选手你的发球的模式哈，其实不见得说一定要用一样的方式来发哈，那你要找寻各自的优点。对。太顺了哈，这个球打得太顺手了。嗯，拦网的出界哦，他取奥，这个球弹得蛮远。那现在比数来到21-22，相当的接近哦，双方你来我往。一个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防守起来，还有。
红起来还有主直播进攻，又是一个攻击出界，对，一个四号位陈昌福一个攻击出界哦。嗯，其实这些出手来讲的话，不好的球应该稍微要去克制一下自己的出手啊。嗯，那现在比数来到22-22，那康迪队请求暂停。没事没事。来弄了，好好塞印，好不好？好好塞印，好，来，好接割球，好接割球，好，来，一二三，好，现在暂停结束，再度回到比赛现场。那其实刚刚费加奇教练请这个暂停，最主要是要提醒球员再接一个球起来，比赛还有。当然了，费教练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接发球先接得到位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开赛到现在哈，这个康迪队几乎是完全没有快攻的。嗯，哦，那没有快攻的原因，当然就是接发球的问题。对，哦，又是出界，又是陈昌福四号的攻击出界哦。那现在詹永颖继续发球哦。是非常可惜哦，从领先到这个落后哦，其实都是在这个自己的失误哦。嗯，对，都没有把握住陈昌福的球。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哦，一个 touch out。那反过来讲，你看像这个球是一个机会球哦，那美金龙把球自己送给了这个对方吃一个霸包哦。对，那刚刚就是黄伟成上哦，顶替林振阳来发球。那由刚刚上场的黄伟成来发球，接发球起来，主直播进攻，我告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那现在美金龙队停球替补，十二号下七号刘敏上。那这一个球对康迪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哈、哦。那因为这个球呢，如果说能够拿得起来的话，才有 deuce 的机会哦。对。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陈昌福有四号位斜线攻击得分哦。那现在比数来到24-24哦，我们来 deuce 哦。那继续由康迪队卢清泉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吴宗轩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哦，那看来吴宗轩今天的手感相当不错、哦，相当不错。对，那继续由美中队的陈建真发球，挑发、哦，这是一个出界哦。那这个发球失误又让比数来到了25-25。陈昌武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的又是吴宗轩一个攻击得分哦。可以看到今天裴宏的一个配球呢，谁的状况好就是给他机会哈、哦。对、当然啦、啊，每一个选手呢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个专长来讲的话呢，这球队就有机会赢球。对，接发球起来。这是一个骂包，一个骂包哦！发球的对象找得很好，找给陈昌福。对，那第一局比赛结束，美金龙队以27-25取得第一局的领先。
欢迎回到企业排球联赛的现场直播。5月31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男子组第二场的比赛，由康迪队出战 Mizuno。 那第一局的比赛结束，民众队是以27-25取得第一局的领先。那现在第二局的比赛要开始了，首先由黄培宏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持不进攻，防守起来还有，吴宗轩一个吊球，这球其实吊得相当好，刚好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哦。是，但这个球其实吊的是有点高哦，因为庄明瑞应该是有时间有机会可以上来处理这个球的。对，那继续由黄培宏发球。那看了从这球看得出来，吴宗轩今天的手感相当好哦。对。那黄培宏这球一个发球失误哦。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1，由康迪队的陈昌武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赖庆和一个攻击得分哦。是。这刘宏杰跟陈建真两个的拦网呢，哦，这个也是中洞进来。对。那继续由陈昌武发球。这是赖清和一个 touch 攻击 touch out、哦嗯、那继续由陈昌武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3-1。我们看到这第一局跟第二局状况是有点接近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每季都是处于落后的一个状况。对，哎呀，这球发球失误哦，相当可惜。继续由美中队的陈建真发球。跳发，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二号位斜线攻击 ，touch out 哦。是吴玉成这个点，那这个球点打得非常的高哦。对。那继续用美中队的温森明发球，康体队的温森明。啊，康体队，跟着康体队温森明。以前来打空地了，对。防守起来，还有快攻，快攻杰，刘宏杰这是攻击出界哦。是这个球其实打得非常的快哦，但是太顺了，太顺手了。那已经这个角度已经打得太斜了。对，就直接出界。这个刘宏杰跟刘宏敏两个是兄弟哦，对，双胞胎，两个同时都在场上。对，接发球起来，组织一个进攻。一个单人拦网得分哦，林振阳是相当漂亮啊。吴宗轩这个球又打回来了哈、哦，这个往直线的方向打，如果打斜线的话呢，这个球可能会穿越过去。对，那继续由文森明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这后排攻击，防守起来还有。而且还有这球正，然后起来，这四号位赖信和的直线攻击得分哦。那现在比数来到了7-2，康迪暂时5分领先。继续由温正明发球。走啊！是一个接发球的，是这个球很明显的，李嘉轩他在犹豫啊、哦，这个球他一直退的有点想要放掉、哦、但最后还是出手去接的。对，犹豫了一下。对，那其实这个球是有可能的、哦、有可能是出界的。嗯，那继续由温森明发球，刘鸿明一个
直线四号位的直线攻击出界哦。那现在民众队请求替补，十号下一号林国军上。那继续由温生明发球。温生明，这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哦。嗯。角度发越发越斜。对。斜得太偏了。对，太偏了。嗯、其实像他第一个球是发长了，有点要出界的那种感觉哈、哦。那第二个球他又修正的有点斜了。其实，如果说能够调整一下他的一个这个距离的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发的，你发的越斜，你的自己的角度就越小了。嗯，对。发球过去，刘宏杰一个发球失误哦。那继续由康迪队的吴一成发球，现在比数来到10-3。发球过去，再发球起来，个吊球，防守起来还有，有，还有。刘鸿明一个攻击出界哦，这个处理球的一个失误太多了啊、哦，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已经到了11-3了、哦、那这个分数差距那么大、哦、真的要追也是很辛苦了啊、哦。对，现在比数双方来到8分差距哦。好，林振阳一个发球失误哦。吴玉成，啊，吴玉成，对，跟正是吴玉成发球失误。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除非美金龙就是依赖着这个康提队自己的失误哦，要不然的话，要追真的是很辛苦哦。对。有黄仲等发球，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快攻哦，林振阳一个快攻得分哦。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2-4。继续由康迪队的赖清儿发球，跳发，又是个发球失误哦。是连续两个发球都失误掉了。对，相当可惜，没有继续把分数拉开哦。嗯。那紧接着由美金龙队的刘鸿敏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陈长甫又是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出界哦。看来今天陈长甫的状况就没有来的没有、嗯。他其实他的打点非常的高、哦嗯、但是在手腕的控制球呢，完全是几乎是不好，所以球打得非常的长啊、哦。对，组织一波进攻，整一个吊球得分哦。这个球很明显的林国军没有去完成补位哦。对，那紧接着由康迪队的林振阳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国军组织一波进攻，这是一个温森明跟卢清泉的双人拦网哦。嗯。现在比数来到了14-6。继续由林振阳发球，林振阳的发球失误哦，相当可惜啊！康提队在发球这个方面一直出现失误，失误的比例太高了。对，那继续由民众队发球，哥。双人时间差的攻击得分哦。美中队现在请求替补，一号下14号黄培侯上。继续由康迪队的卢清泉发球，接发球起来，我用一个快攻哦，刘宏杰，对，上来的非常的快。啊，其实双胞胎兄弟俩在场上真的长得非常的像哦。那继续由十号黄培荣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
组织一波进攻，个吊球，防守起来，还有呛死回去，这个单人拦网成功哦。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像康蒂来讲的话，他目前的快攻只出现过一次啊，在第二局的时候一开始啊，其实如果说美金龙他在篮网的一个部分来讲，如果说能够去稍微留意一下两边的攻击手的话，应该是可以组合的比较好一点。对，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康蒂的发球又失误了，对，发球又失误了。对，那继续由陈建真发球。那康蒂在第二局的发球其实有点不稳定哦。那也可以感觉到今天陈建真感觉好像特别的疲惫的样子。对。那继续由温胜敏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刘宏敏的四号位的攻击 touch out 得分。紧接着由刘宏杰发球，哥哥得分，弟弟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就是不进攻。赖清和一个攻击出界哦。继续由刘宏杰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再给赖庆和，这是一个攻击出界哦。嗯，出界，对，对，一样沿着网子滚到了界外去。那继续由美智勇队刘宏杰发球，现在比数来到了12-17，美智勇队暂时五分落后。发球，接发球起来，二号为了攻击出界哦，接二连三的攻击失误，像这样子，我说如果说像美金龙要赢的话，就要靠这个康蒂自己的失误啊。那现在康蒂队请求暂停，暂停结束，再度回到比赛现场。那刚刚康迪队的教练请求暂停，应该是在提醒球员们要多注意失误偏多、哦。嗯，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领先了那么多，结果就是我说的，因为差距已经到8分了哈、哦。那你说美金龙要赢、嗯，其实真的是有点难了、啊。除非就是像现在一样，这康迪队自己的不断的失误太多。那你的失误那么多的话，当然就很自然就送分给对方了嘛。对。防守起来，呛死回去，直播进攻，防守起来还有，呛死，刘宏敏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那现在美金龙队把分数追了起来，只差3分落后而已。那康迪队其实相当可惜哦，一度领先到了8分。来清河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现在美中队请求替补五号下11号吴中轩上，那现在美中队再度把吴中轩换上场哦，需要康迪队的吴一成发球。接发球起来，一波进攻，一个林振阳一个单人拦网得分哦。对，非常明显的，张扬颖这个球打得非常明显。对，让一个单人拦网得分。
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9-14。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陈昌甫一个攻击 touch out， 一个后台的攻击。对，那现在美军队的教练请求暂停。快攻哦，永远算细汉的快攻诶，哦，绝对不要那么明显。如果要真的给他打，一射的快攻一定是有距离差的，哦，有距离差的，等于是偷打的性质的。啊，如果跑近的话哦，乱军当中才进，稳稳的球一定要给，一定要拉开。我打到那条球，你根本就无得走啊，啊，来，暂停时间结束，现在再回到比赛现场。那现在比数来到了20-14，康迪暂时6分领先。继续由吴玉成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持不进攻，吴中先一个2号位的攻击得分。继续由吴中轩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力不进攻，防守起来还有吴中轩一个后排攻击得分哦，那吴中轩连拿2分，现在比数来到16-20，继续由他发球。赖清和一个4号位的攻击，他就要得分了。是他在这个整个直线的一个攻击呢，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都是他举出去的一个现象。对，打得相当强劲。那继续由赖清和发球，有跳发，接发球起来，主持波进攻。刘宏敏一个4号位的攻击得分。是这个也是一样，林正阳跟这个卢清泉的一个组合拦网啊。对，现在由刘宏敏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陈长甫一个 touch out 攻击 touch out 得分。那现在康迪队请求替补，12号下18号。罗伟哲上场，10号下6号黄伟成上场。那继续由康迪队的林正阳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波进攻，吴宗轩。这球先攻击打在了施炫元身上哦，那就是一个出界啦。继续由康迪队的林正阳发球，发球过去，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我告一个4号位的攻击得分。那紧接着由美中队的张永颖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我进攻 ，touch out， 再度得分。那现在康林队取得第二局的局末点。是。那现在康林队只有替补，18号下12号卢俊全上，6号下10号吴玉成上。那紧接着由刚刚换上来的卢俊全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吴宗轩
一个后排攻击踩线哦。嗯，那这一球也结束了第二局的比赛。第二局康提队就以25-18拿下第二局的比赛。那现在双方战成了1-1的平手。那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息几分钟，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欢迎回到七月排球联赛的比赛现场。那5月31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第二场比赛，由康帝队出战民众队。那前两局的比赛，双方战成1-1的平手。那第三局比赛即将开始，由卢清泉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持波进攻，哦告，一个二号位的直线攻击得分。那紧接着由陈建真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个防守起来还有，个。篮网得分了、哦，是这个球其实是 no in 的啊、哦。对，那他这个球打得有点，怎么讲呢？把角度打得太斜了啊、哦，相当可惜啊。那紧接着由陈汤姆发球，接发球起来，主力不进攻，也是一个失误。对，刘鸿明再度一个攻击失误哦。那继续由康迪队的陈昌武来发球，现在比数来到了2-1，康迪暂时一分领先。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不进攻，吴宗宪一个二号位的得分哦。这球看起来出手非常的快。对。继续由庄义军来发球，现在比数来到2-2平手。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防守起来还有，
防守起来，哎呦，抢修正球，针对一个双人拦网哦，吴宗宪搭配刘洪杰，是刚刚看到，其实康迪的那个这卢金泉的这个防守的那个球啊，真的是蛮拼的啊、哦。对，其实这种球员这种拼劲是值得钦佩的。对，没有错。对，哎、接发球，还有。直播进攻，刘洪杰一个前排攻击得分，嗯，非常的快。对，继续哦，门将队的庄义军发球，发球过去，前发球起来，漂亮，防守起来，还有。赖信和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出界哦，是这个球转得非常的大啊、哦，对，转得非常大，他看起来相当的懊恼、哦，嗯，角度转太大了，对，来继续游、哦，又是一个强击的一个动作，对，相当的可惜，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再给赖庆和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那继续由温胜明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吴宗宪一个攻击的出界哦，相当可惜，这球没有把球掌握好哦。继续由温胜明发球，温胜明这种发球出界、嗯，那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我今天的发球失误感？特别的多，是问题会出现在哪边？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哈、哦，在康提今天他是想要用发球来破坏美金龙的一个接发球，所以在发球上面的一个威力来讲的话呢，使用的力量特别的大、嗯哦、那像你刚刚其实像温胜明这个的发球，这个发球其实温胜明他的发球的特性呢，他的距离特别的长、哦、特别的长。嗯啊、哦，但是特别的长来讲的话呢，当然它的力量就要用多一点了。嗯，那用多的时候呢，就是控制的一个力量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就会不是那么的好掌握了。嗯，啊、尤其你越要发平的，啊，发平球来讲的话，那其实你这个是距离长的话呢，它可以发一些比较高一点的角度的球啊，去改变它，因为你角度大的话，它最后降的会比较快。那你发的很平的话，它的弱点就会更长。嗯啊、哦，所以是可以改变它的角度啦。嗯，那其实你在说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发球，真的是康提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这个发球来讲的话呢，是希望产生破坏。对啊、哦，希望产生破坏。对，嗯、当然这个接发球不到位的一个现象。嗯嗯。那现在比数来到了8-5，继续由康提队来发球。嗯，是。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黄培宏一个吊球得分哦，紧接着由门将队的刘洪敏发球，发球过去，前锋球起来，陈建成一个吊球，防守起来还有。防守起来还有，吴金光、赖清河一个四号位，黄培勇这球，黄培勇自己来，对，就出界了。这球其实完全没有扣到手掌啊，嗯，直接喷了出去，对，打到手指头，对。那继续哦，康迪队的赖清河发球。个跳发，一发球起来，直接不进攻，个吊球，防守起来还有，陈建泽一个攻击会过网哦，嗯，那继续由赖清和发球。
个跳罚，就发球起来，再度来个吴宗轩，还有康迪队一个篮网得分哦。嗯，那现在美金勇队请求暂停。乱军哦，当中一个球给后排都化解掉，不管有没有成功，都是你急这个急规团人底下咧急，都不会有好球啦。哦，这阵球球规一粒蛋的化解掉，至少把节奏稳下来，安尼，哎，嗯，好来，走，欢迎回到排球联赛的比赛现场。那刚刚飞虎教练在暂停中有提到，就是叫球员不要急，把节奏掌握下来哦。那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啦，如果说像今天美金龙这样打的话，第一个气势没有打出来，第二个自己的节奏没有打出来，第三个在整个的一个比赛里面呢，是呈现一个混乱的现象，那今天要去赢球的几率其实真的是不高了啦。对，如果说他不去改变他的一个方法，不改变他自己的一个调整整个比赛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真的是今天要赢这场球赛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要，除非是他后来觉醒了，要不然今天来讲的话，应该是整个的比赛里面搞不好会呈现一面倒的现象。这个赖进儿，这个发的这个球也太猛了吧！对，赖进儿直接把球发出了界外，发到看台上面去的这个球。这个球应该，老师应该这球应该是没有手腕没有压下来，完全没有。对，那继续哦，刘宏杰发球，林正阳一个快攻得分。那其实整个今天看到康体的一个快攻里面呢，到目前出现了三次啊。那我们一开赛就提到过了哈，其实在1-3输给这个美金龙队，2-3输给美金龙队，其实今天真的是蛮有的机会，康体队可以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赢球的一个迹象哈。对，那现在就看一下，到底是康体队能取得本季第一胜，还是美金龙队可以取得对战的三连胜？是，对。那继续由黄佩蓉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11-4，美金龙队暂时1分领先。主帥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连着一个吊球，主帥波进攻，哎，球是相打的相当的一个 touch out 啊，在整个的比赛过程里面，发现到说这个教练呢，康迪的教练呢，对执法裁判的一个判决上面呢，是有一点点意见哦。对，感觉他们康迪教练感觉是一个二次击球。他是一对，他是他一个连击的现象。嗯。有呛死回来，这是4号位的陈长甫攻击得分。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2-11。继续由卢清前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陈建真一个前排攻击得分，继续由他来发球，挑发，组织不进攻，一个吊球，防守起来还有，防守起来，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吴宇成，接下来由陈长甫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3-12。当副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这个温森明跟卢新全的一个搭配哦。是，你们看到大概是第4个快攻吧？对，在整个比赛里面呢、啊。
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3-13的一个平手，继续由陈昌甫来发球。那分数拉得那么近，其实最重要就是真的要减少自己的失误了。对啊，你自己的失误减少的话，你才有赢的机会。这球，好球！陈昌甫这个球真拼哈。对。这球，哎呦，这球其实，康帝队的选手相当的有拼劲哦。嗯，对，值得大家给他们鼓励。那继续由美阵容队的庄一军发球。接发球起来，这球赖清和一个接发球的失误哦。嗯哼。那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这种比赛、这种分数比较接近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哦。对。那现在发球的一个出界哦，是庄一军的发球出界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刚刚主播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减少的失误？你的失误那么多，你等于一直在送分给对方嘛。那对方如果说你对方打你一颗得了一分，结果你又送了一颗，那当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人家得了一分，你又再送人家一分，你怎么会赢呢？嗯，啊，所以是应该是要更要去注意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在混乱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球的时候呢，更要去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处理球的一个这个的一个能力哦。对，减少自己的失误，一定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那继续由吴宗轩发球，接发球起来。个传球起来，还有这球很明显的哈，是一个捞球的动作，对，所以持球的犯规。那现在继续由吴玉成来发球，双方只有一分差。那我们看到吴玉成的发球是还不错的哈，看能不能像之前一样的 lucky 哈。传球起来，这球是一个攻击的 touch out， 是刘鸿明的一个打点非常的高啊。嗯，继续由刘鸿明来发球，现在美军队取得了两分的领先。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赖清和这个球也是很高，但是出界了，这个球是出界了。对，攻击出界啊！这应该没有问题啦。对，应该是攻击出界。对。那其实，因为像这个球，就是说主审他判定跟现审判定的是一个出界，但是副审他刚好是不一样的一个判决，认为说有他渠道。嗯。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主审他为了要慎重的程序里面来讲的话，他就会召集的副审啊，召集的现审一起来。那像这个就是一个改判了哈，改判。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主审就接纳这个副审的一个意见了哈，所以才会做改判。对。那刚刚一个改判之后，现在康帝队只有落后一分，继续由赖清儿发球，一个跳发接发球起来，强力的发球，不进攻，陈昌甫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那现在康帝队再度把比数扳平了，取得了17-17的平手。继续由赖庆和来发球，个强力的跳发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吴宗轩一个攻击得分哦。继续由刘宏杰来发球，刘宏杰，这是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哦。那现在比数再度来到了平手，继续由林正阳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防守球还有，
吊球，防守起来，直播进攻，陈建真，防守起来，陈长甫一个攻击出界哦。紧接着由美金龙队的黄培荣发球，接发球起来，主席郭金龙一个快攻得分哦。紧接着由十二号的康帝队队长卢清泉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防守起来，还有，还有，很沟通上出现了一点的，真的是自己当裁判的，对，这个球很明显的黄培荣就救了回来啊、哦，但是变成说这个钟轩他这边是把他放弃掉了，很可惜，以为失误已经出界了，以为是出界了。这有的时候就是要教育选手啊，这个在裁判的哨音没有吹之前呢，你不要自己当裁判了、啊。对，要不然的话，你像这个你来拼的这样子的，以后结果就是白白的失误掉了，很可惜、嗯，相当的可惜。是，对。主播进攻，防守起来还有，哎呀，这球碰到了标志杆啊！是，对，放慢了，想要去做一个调整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处理没处理好。对。那现在双方再度来到平手，20-20，继续由欧高来发球，个跳发，跳发就起来，这个双人时间差，个呛死，直播进攻，一个刘宏敏的一个单人拦网得分哦，是。继续由陈建真发球，跳发，这是一个发球失误哦。对，其实陈建真的一个跳发来讲的话呢，他最主要是靠他手腕的一个动作来发、哦，他并不是整个像攻击的完成的动作跳得很高哦，而是他是靠他的手腕，所以他如果说没有跳高来讲的话呢，这个必须要加快他手腕的一个旋转啊，要不然球的落点就会很长啊，容易出界。嗯，这球，touch out 啊，吴宗轩再度一个打一个 touch out 得分。那紧接着由庄玉军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22-21，暂时美金龙队取得一分的领先。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吴宇辰。小球，防守起来还有，一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再来，请了一个攻击 touch out， 是直线打的，直线的 touch out， 对，都打得相当的聪明啊，看赖杰笑得非常的开心。其实，在攻击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你被包死的一个角度的话，你是可以看着对方的手啊，帮他打手出界啊。嗯。那继续由温森明来发球。这两队确实呢，分数咬得很紧哦。对。防守起来还有。直线。啊、吊球。吊小球。还有。后排。陈昌福的 touch out。Touch。这个康迪的教练团也是有点激动的，对，只要这个哨音一吹了以后，马上就做出他们自己本身的判决。对，那现在美中队请求了暂停。到，走走走走，黄敏呢？拼高机的。都袂当正常的球路落去拍啦，哦，因别人都没有演出单支的嘛，单支的最少两个人四只手，甚至到三个人六只手，你就不能正常角度啊，哦，特别要伸哦，太挤了重伤，
啊，掉了没戏啊！走走走，走！暂停结束，欢迎回到企业排球联赛的比赛现场。那现在比数来到了23-22，康迪队暂时取得一分领先。那现在康迪队只有替补三号下六号王伟成上。那继续由刚刚上场的王伟成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就是不进攻。吴玉成的一个单人拦网得分哦，很明显的，吴玉成已经判断出来这个刘鸿敏呢要往直线来攻击了，所以看他整个的包的一个动作，包的非常的好。那靠着吴玉成拦网得分，现在康迪队取得第三局的局末点。这球。吴宗宪在二号位一个强力的杀球得分，那紧接着由吴宗宪来发球，啊，现在康迪队请求暂停，是利用这个暂停战术来的。那个阿赫，裴宏跟双胞胎，对，裴宏跟双胞胎，两边拦网是没有关系的。接到位，直接举给。快攻也可以。对，举快攻。对对，直接。A 就直接打。稍微开网。稍微开一点打，好不好？然后第二时间，现在大炮的四号位谁在那边？谁在四号位那边？阿尔冲进来打二号，留后面就好了。冲进来打二号。阿尔冲进来打二号。哎呦，没有。等一下。来，进一讲，进一讲。暂停结束。那刚刚其实在暂停的过程中，教练其实提醒康迪的球员打最后一波的进攻哦。是他最主要是要拨这一颗球了哈，这颗球只要是能够接起来的以后呢，就有机会可以反击啊。对。那看那这个很可惜，完全没有按照刚刚的教练计划进行，完全没有按照刚刚教练说的。教练呢是希望说这个用最后一球用快攻来打就好了，对，结果是完全没有。对，那现在双方再度来到了 deuce， 对，很可惜的，这一个 deuce 没有拿下来，其实蛮可惜的。对，直播进攻赖清和放了下来啊。非常的可惜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刚刚的第一个在23-24的这个的暂停里面呢，其实本身教练就是想要去用一些破坏的方法哈。嗯，对。那现在康迪队再一处请求暂停。你跟嘉禾打的啥意思吗？只拉两边场而已。要吃快的。对啊，你刚才像那个球已经进去了，中间不敢走了呢，蓝中间已经不敢走了。有啊，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再来。你好。还有啊。注意球比较短，注意一下，好来，一二三。那现在暂停结束，那教练一样在暂停的过程中再度的提醒球员哦。对啊，其实是在检讨刚刚前面的一个球了。对，那事实上举球，如果说有的时候是应该教练看得很清楚，旁观者清嘛哈。那按照教练的一个指导，说不定就结束掉了。对，那你不按照方式来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这一个的关键球而失掉了这一局，是很划不来的。对，很划不来。那你可以看到整个优势就是在美金龙的一个身上了哈。嗯，黑球，美金龙队又是一个拦网的得分哦。结果非常明显的一个球的一个这个没有按照教练的一个指导，结果产生的输球。对，那第三局，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这个账要算谁的哈？是算教练的还算球员的？那第三局美金龙队就在最后面的一个反攻哦，以26-24取得第三局的领先。
欢迎回到企业排球联赛比赛现场。5月31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男子组第二场的比赛，由康妮队出战美金龙队。前三局的比赛打完，美金龙队是以2-1暂时取得领先。那其实在第三局的比赛后半段，康妮队没有把握机会哦，原本有机会可以赢下那一局的，最后还是在对沟通的过程中输掉了那一局，非常可惜啊、哦。对，这个应该是有赢的机会了。嗯，不过就算输了也没有关系啊、哦。我想这个康妮要拼这一局，要力拼这个第四局，希望有能够有打第五局的机会，要抢一个积分也好。对。那这球呛死过去。直播进攻，一个吴胜明的这个球主攻掉的出界，这个球掉的太离谱了，掉到整个城外去了好几公尺，好可惜啊！看像吴胜明也相当的懊恼。嗯，那继续由黄培荣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陈昌福的二号位攻击的出界哦。嗯，其实陈昌甫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他一直是想要打，就是变成说打手出界的一个模式，嗯、所以这个球他的球点很高，但是没有他接到的结果都是 outside 的，对，所以可以看他的球是直接拍出去的，并没有旋转的、哦。嗯。来，吴宇辰这球防守起来，还有直播进攻，刘鸿明的后排攻击得分。那一开赛，美金龙队就取得了3-0的领先哦。继续由黄培荣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吴宇辰一个四号位的攻击 ，touch out。继续由康迪队的陈昌武发球，现在比数来到3-1，康迪队暂时2分落后。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还有，这球其实快攻有点 lucky 啊，有点混乱了。对。那继续由陈建真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一个美金龙队一个拦网得分哦。继续由陈建真来发球，现在康迪队请求第一次的暂停。喂，里面不要放弃啊！你们不要放弃，好不好？啊，再拼一下嘛！好不好？再拼一下嘛！啊，我知道。好、哦，你们再拼一下，拼一下啊！加油啊！师傅，好，加油点，好不好？拼一下，拼一下哈！来加油！喂！暂停时间结束，那再度回到比赛现场。那在这次的暂停中，教练提醒了球员再拼哦，拼一下。是，其实打球的过程里面呢，除了技术以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拼劲了、哦。嗯、那拼劲你可以去弥补很多的东西，包括你的士气啦，包括你在拼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险球，你都可以把它完成啊、哦。嗯，对。主持人进攻，投起来，这是一个攻击 touch out、哦。继续由康妮队温生明发球，接发球起来，组织不进攻，防守起来还有，这球刘鸿明一个四号位的攻击得分。继续由庄一军发球。现在比数来到6-1，康迪战美金龙队暂时取得5分领先。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防守起来还有，放出回去，
林正阳这个攻击的出界哦，直接打在施宪元的身上。继续由美竞队的庄一军来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持波进攻，赖清河的一个攻击 ，touch out 得分。继续由康帝队的吴玉成发球。他就过去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刘鸿明的直线攻击得分，这个直线的攻击是非常有效的。嗯，继续由吴宗轩来发球，他就过去接发球起来，抢回去。跑起来追求刘宏杰一个攻击得分哦。你可以刚看到哈，这个黄佩宏上来举球的时候呢，整个跳起来就做事攻击，一下子就引起来两个这个拦网的上来啊，然后转换成做这个快攻啊，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动作。对，球防守起来，还有直播进攻。还有陈尚武一个吊球，吴宗轩，康体队一个拦网得分。继续由康体队的赖庆和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4-9，康帝暂时五分落后。发球失误哦。是。我们先前也有提到哈，在落后的时候，你更要注意到自己的一个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不然如果一直失误下去，它分数会越拉越开。对。那继续由刘鸿明来发球。发球起来。我告一个 touch out 攻击 touch out 得分，继续由刘鸿明来，发球过去，再发球起来，继续不进攻，传球起来还有。防守起来还有，你现在这个一个萨西米啊，这个打顺了以后怎么处理都顺了。对，那现在康帝请求替补八号下，八号罗伟哲上。那继续由刘鸿明来发球。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2-4，美竞队暂时取得8分的领先。这个跟前面那一局是一样的哈。对，这个康迪也曾经有做8分的一个领先。嗯，防守起来还有，就是一波进攻，我告一个攻击 ，touch out 得分。康迪队再次取球替补，6号下，12号卢圈圈上。继续由刘鸿明来发球，这是一个是个 S 球，一个拉，拿来清河原本以为快出界了，没想到还是在界内。那老师，你觉得这一球赖清河的处理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失误或是怎么样？其实他是移动的，这个球我倒是没有看到，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没有看到这个球是界内或者是界外了哈。但是裁判在判定是一个界内球，但是我看到赖庆和的动作，事实上他这个球跟他这个人的移动跟那个球的是其实是有点慢的哈，就像这个一样，他是有点慢的，对啊，比球慢到，所以他
整个虽然是躺下去的，但是事实上这个球过程是还是比球慢了一点点。对，那在老师的讲解过程中，康体队的教练再次请求了暂停。来，过来呀，听我讲来，你就不要再管他输赢了，啊，裁判怎么吹随便他都没有关系，好好把握每一颗球，好好打每一颗球，这样就好了。来啊，来这边，好不好？再来，再闯，现在最后啊，一二三，好好打每一颗球就好了，不要管他了。现在暂停结束，再度回到比赛现场。那刚刚暂停的过程中，教练也提醒球员，就是好好去打每一颗球。是，其实教练讲的是没错。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你本来就是要好好打每一颗球，你不要去管裁判他的吹，他的一个判决是怎么样子。对。啊，因为今天来讲的话，举个例子，如果说你今天你打的一个技术里面你是发挥的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裁判其实他也。就算说他要误判也没有那个机会。嗯，那回过来像刚刚那个赖清德那个球，如果说他的移动的速度快一点的话，哎，他把这个球接了起来，那说不定这个球，哎，他是一个成功的球。嗯，哦，所以基本上每一颗球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把握自己的，当下的每一颗球的一个状况来处理啊，哦，这才是正确的。嗯，所以刚刚飞教练所讲的是一个很正确的概念哦，就是说你好好的打每一颗球，你不要期待的说这个球出去了以后，裁判说他要判我的或判他的，啊。嗯，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对对对。那继续由刘宏杰来发球，现在美军队取得了11分的领先。那康宁队这时候请求替补三号下14号林哲敏上。可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哎，这个攻击的出界哦。那现在比数，康尼的请求替补，八号下，八号陈昌甫上。继续由刘宏杰发球。发球过去，接发球起来，主持一波进攻，陈长福一个攻击出界哦，非常明显的哈，可以看到在第四局的时候，整个气势没有了不打紧了，而且自己的一个失误非常的多。对，那刚刚袁志勇队请求替补陈建真下，调节一下体能吧。对，那现在球发过去。接发球起来，陈昌甫，黄培宏一个单人拦网得分哦。那现在比数来到了19-5，那感觉康迪队的整个球员的气势是完全都放掉了哈。对，这个接发球起来，主力波进攻，陈昌甫，黄培宏一个。直接杀球哦！那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其实康宁队不是完全没有获得胜利的哦。对对，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嗯，那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提到的说，打球的过程里面，你就是气势要把它打出来，对，然后打出自己的节奏。嗯，那你很容易去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啊。那这个当然了，你就变成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嗯。那这一局比赛下来，有可能是在目前第一循环里面呢，分数差距最大的一场啊。那继续由刘宏杰来发球，传送起来，还有张福传送起来，还有个传送起来，还有。下浮一个萨西米球得分，继续由卢俊杰来发球，
卢清泉这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哦，发球出界，那现在美中队请求替补，四号下换黄仲德上，那继续哦，黄培荣来发球，现在比数来到22-6。接发球起来，组织一波进攻，进攻起来还有，后排攻击得分，那感觉美中队在这一局也打开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兵败如山倒，对，怎么打怎么不顺，反而是对方怎么打怎么顺。对。应该调整一下，我就觉得说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在场上的一个那种气势跟态度哈，甚至一下去影响自己的队友啊，好好的去拼一下。我想有的时候，在往往在一些关键球的状况之下，你可以逆转了，而逆转了一颗、逆转了两颗了以后，这种气势又是不一样的啊。对，等到整个气势被拉下去，是那是很难再把它往上拉的。对 对, 對。只有成长无法，所以在运动选手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维持在一定的一个张力在那个地方啊，而不是说分数差距的很多，甚至于说你觉得说我的差距很多了以后，我应该是好好的去把它怎么样去把它把它从颓势里面呢转换成你的优势啊。对，那美中队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末点，接发球起来，直播进攻，林哲明一个快攻得分。那继续由林哲明来发球，哦，出球有点危险。对，林哲明直接一个发球得分哦。那现在比数来到24-9，继续由林哲明来发球。而且还有，突破进攻，刘宏敏一个攻击得分。那在取得这一分之后，刘民众队就在25-9取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最后美中队就在第四局以25-9拿下本场比赛。那美中队最后就以3-1赢得本场比赛。那我们今天现在就请今天的球评老师于清芳于老师来为本场比赛做一个简单的讲评。是，其实这个一场球赛呢有点期待落空哈，因为我是认为说应该如果好好打的话，康提队应该有机会啦哈，有机会可以去按照之前的一个状况里面有机会会去说所谓的一个获胜的一个机会了哈。对，但是整个从比赛下来以后呢，发现了两队的一个比赛的状况其实是蛮接近的。嗯，在领先的状况的时候呢，他气势是还不错，但是特别落后的时候呢，整个的一个气势又没有了，然后打得又有点沉闷了、这是觉得是两队的状况都是蛮接近的。那另外的就是说，康迪队今天会出球，其实我觉得说最大的原因是说，他不断的对裁判的一个判决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意见的哈。那这个意见里面，不管说真的是裁判的误判也好，其实真的判下去了以后呢，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判。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说，你自己好好的，就像他们会教练所讲的，好好打每一个球。那每一个球你好好去打的话呢，其实就不至于说像第四局一样，整个的一个落差那么大。这个比数只有个位数而已，是目前开赛以来这个最低分的一个比数哈。那我想应该稍微做一个调整啦。我觉得说在运动员的过程里面呢，你有顺境也有逆境，那最重要的你在顺境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下去，在逆境的时候你怎么去转变它，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学习的一个课题。是，对。那本场比赛美中队就以3-1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现在场边记者也准备好为您采访到了美中队的黄培宏。对，那其实这一场比赛第一局是以27-25，那第二局康迪队其实有把战局整个扳平，那最后就在气势低迷的过程中，又让美中队把分数领先要了回来哦。那我们现在就透过我们场边的记者来为你们采访到了黄培宏。哦，谢谢主播，我是体育运动网的场边记者陈冠宇，现在场边为你采访到的是黄培宏。培宏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就是想要先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前三局其实美金龙队打来其实并不轻松，所以想要请你来谈谈今天到底是有哪些的问题要改善。嗯，其实从七连一开始，每一场球我们的队伍算是都比较慢热，那这个问题我们也从七年八年，然后一直有在检讨说到底问题是出在哪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很有效去改善，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直面临这个问题。那在场上就是我们几个，像我跟建真，就是要负责去带他们，让他们赶快融入状况。对，这是目前我们遇到比较大的问题。这样。还有就是想要再请问一下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第三局其实是很惊险的逆转比分来拿下，也让整个士气能够很顺利的一个提升。想要请问一下，对于那一局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其实我自己有发现我的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尽量去回想说我以过去的一些比赛，然后一些表现比较好一点的比赛，然后那样的感觉是什么。我也去问了队上的队友说，那时候的状况你们打我的球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来进而做调整，然后再跟攻击手来做搭配，然后也跟攻击手提醒说，就是不要犹豫，你想打什么就打什么，对，这样子。哦，谢谢贝宏，那也恭喜你赢球，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把画面还给主播。好，我们谢谢场边记者冠宇。那老师，这一场比赛就在最后，美金龙队是以3-1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美金龙队对康迪取得了3战全胜的一个战绩。那康迪队是在本季还未取到任何一场的胜利。那老师有没有想对就是康迪的球员说些什么？调整的。其实我是觉得说，一个运动员你要调整的是自己啊，一个心态啊，技术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心态要去调整。啊，我想当然没有一个运动员是想要去输球的，那只是在比赛的当下比较容易去受到这个外界的一个影响哈。那我所谓的一个心态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当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千万不要去受到外界的影响，哪怕这个情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或者是不利的啊，都应该要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现象啊，这才是重点啊。是的。好，那谢谢老师简单的讲评。那我现在就来为您预告，明天在屏东县立体育馆还有3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来现场为全门加油。假如你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请继续锁定体育运动网来关心球员们的表现。那感谢你的收看，也谢谢今天球评老师的讲评。那我是黄建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